51个的小笼包，居然是个甜点。38块的小肥皂，居然也是个甜点。这些年，西式的仿真甜点屡见不鲜，而在我国的山东民间，名为胶东花饽饽的非遗仿真面点早已传承了300多年，还火到了出圈。既然叫花饽饽，那我就来学习一下做一池子大荷花吧。所谓饽饽，其实是馒头，材料自然很简单。你怎么知道配比？哼，这个是花了260块买回来的靠谱配方，你们赶快截图保存吧。咔嚓。先把牛奶、酵母和白糖搅拌到颗粒全无，然后转移到大盆之中，加入煮泥面粉和猪油，来一套单手连击。接着放入小型压面机或者交给小猫咪，将原本粗糙的面团反复捏压，直至细腻光滑、雪白无瑕。压成2毫米的薄片，留着做花瓣。再在原有的配方里加入南瓜和菠菜泥，用来做花心。乍一看是不是很复杂？做起来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搓手手、捏锥锥、拿刀刀、割条条、刷水水、裹紧巾、取笔笔、扎洞洞，老子想把你的嘴嘴抽肿肿！哎，视频的节奏要有重有轻，接下来才是正片大戏。做花瓣可以借助模具，没模具你可以用小刀先刻出一片，再以它为模板进行复制粘贴。然后在家里找个圆形的东西压出花瓣那自然的弧度，再刷上清水，一片一片粘在做好的花心周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知道荷花有多少片花瓣吗？根据花型的不同，荷花的花瓣从15片到上千片不等。不知道期末考满分的你打算做多少片来交作业呢？现在的花瓣似乎有点蔫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在每片花瓣下出上牙签作为支撑，荷花就会笑口常开。全方位的喷上红心火龙果汁，色泽才会明艳动人。最后装进蒸锅，耐心的发酵30分钟，静待蒸汽消散过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红呢？怎么变成白的了？不但颜色没了，花瓣也全塌了。嗯，是馒头味，很香的馒头味。Round.这回我把面皮加厚了1毫米，自然就更有支撑力。又买了个硅胶模具，压出了花瓣的纹理，细节也就更加清晰。所以模具刷油，防止粘黏，用甜菜头喷色，更加显眼。让我们再一次静待花瓣绽放于锅中，欣赏映日荷花别样红。还是没有颜色，要是做好以后再把颜色喷上去。嗯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哦。不过这次的花瓣虽然不塌了，但是太膨胀了，毫无美感。所以接下来我打算尝试一种全新的做法。 Round 3，先将花瓣捏成汗毛般放的花骨朵，再用不锈钢圈组织花瓣下坠。太机智了。按照我的想法，花苞会在高温之下瞬间开花，那场景一定绝美如画。怎么不开嘞？荷花盛开时，花瓣微微倾向上，而不是紧闭、躺平或者垂头丧气。关键依然在于面皮的支撑力，所以还是要加厚到3毫米。但想要花瓣足够好看，又得擀得又薄又软。嗯，好难。没事，方法总比问题多。Round。又经过了几天的试验之后，我试着把面皮分成了3段，底部擀厚些，顶部擀薄些。压模也只压前半截，就能既保留住了底部的支撑力，又兼顾了外观的纤细轻盈。而中间的三个花瓣要稍微做小一圈，避免它们在蒸锅里扒拉在一起。粘合的时候稍稍对折捏紧，花瓣的造型就更加立体。再分享一个我发现的秘密武器——仙人掌果粉，据说用它来上色，怎么蒸都蒸不掉。最后，想保持莲蓬完整不变形，就得等发酵完成后再扎孔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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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俗话说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我反复尝试了7天7夜，才总结出这些制作的细节。等成品出锅的时候，感觉心脏都在旋转、跳跃、转圈圈。不知还有没有人记得，我要做的可不是一朵荷花，而是一池子荷花，所以还需要制作荷花6朵，待放的花苞2朵。以及绿油的荷叶，1、2、3、4，10、11、12片，你们就说像不像吧？啊！还好是背面，哇，我真是个天才！荷叶和荷花一般都长得错落有致，要达到这个效果，就必须再制作一批荷花干。
我苦苦思索了7200秒，才确定了完美的设计方案，那就是把蒸熟的米糕调成绿色，捏成托盘，再粘上一根绿色的吸管，就伪装成了花干的模样，和真荷花也有一个9分像，请刷一波，大姨真棒。接着铺上一层清甜的雪梨，荷花就能轻松的站立。就连这看似随意的高矮和大小，也都经过了反复的尝试和设计，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呈现出脑海中最美丽的一片荷塘。说到糖，谁来承包啊？呸，说到糖自然少不了水，而我放的并不是水，是晶莹剔透又滑滑溜溜的冰粉。池底搁几条年糕做的小鱼，增添几分闲暇的意境，池面撒上些许斑斓粉粒，既宛若浮萍，又能隐藏池底的雪梨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屏住呼吸，凝住气，一起来欣赏这片以花饽饽为主角的荷塘美景。池水清澈见底，鱼儿尽情嬉戏，荷叶银润碧绿，荷花亭亭玉立，望着眼前的袅袅雾气，闻着满屋的清香扑鼻，仿佛自己也身着雪白的衣裳，化身荷花，盛开在宁静的池塘。忽然一阵微风拂过，花瓣随风舞动，花心绽放笑容，浮现出娇羞的绯红，袒露出嫩绿的莲蓬，宛如在仰望头顶七色的彩虹，又似在聆听鱼儿昨夜的好梦。真不枉我这7天不断返工，只请你点一个赞赞，中不中？